特别投手的一个心态的一个调整上面要非常非常的快，因为他必须投每一个球。哇，结果这一棒又被打成了一个平飞的安打，三垒上跑者要回来得分，一垒上跑者也很快的上三垒，而且要继续的冲这一个球的一个回传呢、啊，哇，非常的缓慢才回到内野啊，所以三垒的跑垒指导教练原本一度、啊。这个跑者好像自己就觉得上三垒应该差不多了，后来才开始叫他再往前冲，那也轻松了再回来得分，比数现在一下子变4-0，所以外野的一个整个处理啊，是不是有一些失误，还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状况，否则应该这第二分是不会回来的。来看一下林志祥的这个中右外野方向的平飞安打，哇，原来是稍微落了一下，对，在接到球之后要拿球的时候，那个手套甩得太快了哦，就是以至于没有拿到这个球。我们看到陈庸基都已经在三垒已经停下来了。